一首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有一首歌没有唱。今天故意把它移到最后一首。大家有想听哪一首歌吗？浪子回头，不是不是不是。下一首歌哈，就是下一首歌会，它其实会跟我们下一张专辑有很大的关系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贯穿下一张专辑的精神的主轴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，大家应该蛮熟的。下。谢谢，我们是铁铁汉。